就是要跑那个调查，然后现在有一个数量之后，我们想要把它整理起来。要怎么去定义说什么叫完整，什么叫崩塌？好，那残疾是说连基础都不见了。但是还是看得出它是死的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用空拍，它可以看得出它的样子。嗯，那个样子是人构的，就是说人类的构造物或者是自然界的两个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他现在是做一个应该在世界上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联合国他们预备在今年以后吧，就把石沪当成是全世界水下遗产的一个象征。中国有一个万里长城嘛。然后我们台湾有所谓海上长城，康熙36年最早的石沪有22口，我有算过了，澎湖的这个海岸线大概300多公里啊，我们600多口，平均1公里有2口石沪，这个渔业文明的活化石在台湾的澎湖，应该对全世界而言啊，澎湖的石沪是给全世界一个很好的礼物。对，是只有我，我那边印一张计划。一开始只有他自己而已，对。然后就扣扣扣，老师你好，然后是说你是谁啊？他问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蛮白痴的。他说：“老师，啊你懂不懂石沪？”对。我就觉得他们很勇敢，然后有一点点不知天高地厚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对不对？好，他要去挑战，然后就说：“老师，我要修石沪。”然后我就突然间，应该是3条黑线了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只要他们想做，然后看到成果，他一定会留下来。都在里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空拍机跟我们的飞行眼镜，还有电池。记录表跟老师的那个地图跟洪国雄老师的书这样子，对。哦，我有看到，在我们现在正前方那边，应该正前方那边有一个双星石沪，有点崩塌的状态。有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在我们正前方。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你会空吗？我好害怕，因为通常是我在飞啊。我看到了。好，那我还。它右边那个崩塌比较严重。对，它右边伸脚不见了。右边伸脚不见了。哦。大概是长这样。对。这样，对不对？就左边还有护弯，有伸脚。我说这个的，这个，对，就是尽量以我们能力去把所有，就是老师这上面可以跟着的去把它作为更新，变成一个更完整的实物地图。这为什么是你们要做的？应该不是说为什么是我们要做，是我们自己想做。啊，想要去我家实物。确定你知道路吗？我不太知道路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而且我也是第一次下我家这边的潮间带。阿公，我是嘛，行的刚到。走北一点。北一点哦。北一点比较近啊，你还走那个过去还要比较远呢、啊，都是。没走北一点呢。北一点是。像那个那边一堆石头，有好几堆石头，那边像就走过去就好了。哦，好好。因为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，家里没有很支持嘛，不太能理解我在做什么。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特别跟家里说明，就我在做什么事。然后是因为之前跟师傅修石沪就晒很黑，然后我阿妈就忍不住说。到底我每天跑去哪把自己晒那么黑？然后我就说没有啦，我可以加晒壶熬黑修酒喝。然后我妈就大吃一惊，她说：“啊，你去跟别人学那个修石沪，不然你去把我们家石沪修好。”然后我才吓到说：“哈，原来我们家有石沪嘛。”嗯，然后我就赶快去查以前的调查的文献，然后就在一口石沪底下看到我阿公的名字。然后那个当下就是。因为不是每个人家庭都有石沪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缘分。如果我今天没做这件事，
就我的长辈不会跟我讲这件事啊，因为他们不会觉得有提及的必要。时间越来越长，就好爱拍戏啦，啊拍戏啊，然后是在啊个，但是要做的，明年也没有办法。前面这一个吗？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说到了。哦，到了吗？哦，我右手边这是后方哈。他靠那个海岸来就是有看到了。已经看，已经是他们现在在那个石头里面。家有石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很深刻的可以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海洋养大的孩子，然后自己也是在做这些事情里面的一个主角，然后今天终于踏上来，然后以前都会听阿公说，就是石户他有可能会变成家里女儿的嫁妆啊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我以后我的嫁妆就是我们家这口石户。他的是从我们江子户传下来到我父亲再给我啊，如果现在传给石户子，那就好了。今天因为我家这个关系，然后让我开始重视到石户这项文化，然后我觉得澎湖那么多石户，像我这样子的后代其实很多，石户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，就是只要是澎湖人一定都有可能对石户有自己的一段回忆。